File View 一个文件文档在线预览项目，支持主流办公文档的在线预览、压缩包、图片、视频、音频等等。提供 RESTful HTTP 接口，应用接入简单方便。开始部署，打开控制面板，创建任务计划，用户账户选 Root， 任务名称随意填写，复制粘贴 Docker CI， 修改端口号，在 Docker 目录下创建文件夹。确定，运行任务，删除任务。等待容器创建完成。主机 IP 加端口号访问。由于版本更新，可能容器内上传目录会发生变化。上传文件后，打开日志，查看容器保存目录，是否和目前映射的容器路径对应。如果不同，记得替换。